这个视频，我们说说百分数除法应用题。先来看这样一道题：小明有一本书，已经看了百分之七十五，还剩下四十页没有看。那这本书一共多少页呢？已经看了百分之七十五，表示把这本书看作单位一，我们可以用一条线段表示这本书。已经看了这本书的百分之七十五，还剩下四十页没有看，求这本书的页数。结合线段图，我们发现。 一本书减去看了的，就等于没有看的。我们可以用方程来解决这个问题。设这本书有 x 页，x 减去百分之七十五 x 等于四十，x 减去百分之七十五 x 等于百分之二十五 x，所以百分之二十五 x 等于四十，x 等于四十除以百分之二十五，x 等于一百六十。25, 160, 所以这本书一共有一百六十页。除了这种方法以外，我们还可以导出剩下的四十页与这本书之间的关系。 看了这本书的百分之七十五，那没有看的就是这本书的一减百分之七十五，所以整本书乘一减百分之七十五就等于没有看的。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数的一减百分之七十五是四十，那么用四十除以一减百分之七十五就能求出这个数，等于四十除以百分之二十五，等于一百六十页，也能求出这本书一共一百六十页。当然，我们还可以设这本书有 x 页。 那么 x 乘一减百分之七十五的差等于四十，百分之二十五 x 等于四十，也能计算出 x 等于一百六十。我们再来看一道题，拖拉机厂生产拖拉机五千七百六十台，比计划增产百分之二十，那计划生产了多少台呢？这道题的关键句是比计划增产百分之二十，比计划增产百分之二十的含义是实际比计划多的占计划的百分之二十，计划是单位一。 我们用一条线段表示计划生产的拖拉机数，它是单位一。再画一条线段表示实际生产的五千七百六十台，比计划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增产的百分之二十。求计划生产多少台？结合线段图，我们发现计划生产的数量加上增产的数量等于实际的数量。我们可以设计划生产 x 台，而增产的是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x。 那么 x 加百分之二十 x 等于五千七百六十，x 加百分之二十 x 等于百分之一百二十 x，百分之一百二十 x 等于五千七百六十，x 等于五千七百六十除以百分之一百二十，x 就等于四千八百，这样就知道计划生产了四千八百台了。我们还可以找出实际生产的数量相当于计划的百分之几，因为增产的占计划的百分之二十，那么实际生产的数量就是计划的一加百分之二十。 所以计划生产的数量乘一加百分之二十的和就等于实际的。我们设计划生产了 x 台，那么 x 乘一加百分之二十的和等于五千七百六十，百分之一百二十 x 等于五千七百六十，x 等于五千七百六十除以百分之一百二十，x 就等于四千八百，也能计算出计划生产四千八百台。当然，还可以直接用五千七百六十除以一加百分之二十的和，也能够计算出计划生产四千八百台。 实际上，百分数除法应用题与分数除法应用题的解题思路相同，只要能确定单位“一”，找到对应关系，就能解决这类问题啦。好了，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